这一场又没有二零零，然后他又做了微更新，微又更新一些小 bug 啦，更新 bug。哦，但是每当他不在的时候，小心小心，就会有问题，特别多，一定会出事，真的假的？屡常屡试不爽啊。通常都是八成吧，八成大概有83%300%的几率啊。哎、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是对，我忘记改直播标题了，现在改、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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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改一下，下一条命要改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等我，我先改，我先改，哦、还没改好，还没改好，下去改好了再来。我忘记了，我刚刚想说好像哪里怪怪的，然后说哦，好好，等一下嘛，不要这样嘛。今天还有新屁屁泱泱跟 Lumi， 嗨，初次见面，新屁屁，你好你好，新屁屁，见过见过见过，见过见过了，见过丢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先把他的声音调成零和声就可以了。就是不算相识，是不是？哼、哦啊，今天两个新 PB 都还是要敌对就好了。哼，好。刚刚也是有玩过一下，你有玩还没玩过什么啊？地图？那个你要平原，你要绿的还是红的，还是蓝的，还是黄的？黄的。黄的，可是你每次问我都不会遵循我的意见，你问我问心酸的、你就要点下去黄的，然后你又这样子讲，凶的怀疑，有经验，有经验，凶的大陆哦，洋洋，这个好了，有啊，这个你有玩过啊？哪个啦？中烟啊，中烟呢、啊？突然玩那个没有玩过的、啊，就是在问你哪个。地狱吗？那叫地狱吗？是地狱。地狱你没有玩过？好像没有，上一次好像没有。上一次海洋跟一般吗？你还没下过地狱哦。中烟跟对，我还没下过地狱，我要下去看看情况。等一下你就可以下地狱。你们要送我去地狱十八层了，是不是、原来是黑白无常的部分啦、没问题啊。可以。我今天八个人，那洋洋你要间谍吗？好啊，可以啊，可是我拿到间谍的话，那个队友可能要小心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嘛。永远抓不出来的间谍。对，因为就当正常人。有间谍，好，四个人里面，应该说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是间谍了。好容易哦，很快就会抓到啊！来，他们两个一队哦。分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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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，好，团团加油，为我们而战哦，不一定了，今年不一定了，今年都过三个月了，都快四个月了，你一定是我们的人啊，团团多收一点钱过来啊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们开始防范团团了，等一下你太容易被带风向喽，这样就对了，你防他再说。现在间谍已经知道自己是间谍了吗？不知道啊，现在不知道的，太快了吧，很快。等一下，你的队友会跟你讲解。对，好，这个时候就是要来点他来进去来听一下杰克声音会不会变？叭叭叭叭，会变就是你啊！哦，杰克很明显是不是？杰克，只要你听到声音跟之前不太一样，就代表一定他是有鬼。怎么啦？哎呦！他每次都这样。哎，我繁星，繁星，等一下啦，我在调东西啦，我在调东西啦。你没有开麦哦。哎，杰克是不是讲话？哦，杰克是不是你？所以如果是间谍，他会写你是间谍这样吗？是，对。嗯，还是一样，你其实刚刚看到那行字了。对，我看到了。你认真？你认真吗？这就交给你们评断了。这个从家里挖哦，游戏需要到这么难玩？是新手哦，还问他对于这个可能真的是新手啦。我恭喜你啊！他上一次不是几乎没什么玩到吗？我好可怜哦，上一次都在挖矿，然后就死掉了。上一次就一直死啊。还有岩浆冒泡声，怕不？不用怕，就地狱有岩浆啊，等等，你怕什么？城门前面就是啦。
所以我们可能会歪歪歪脸这样吗？还是不會？赵宇是不是不太会、啊？蛮新下来这边有看你造化。你们是挖到40层哦？啊，嗯，差不多。Okay. 哪里还有铁啊？你不先给我？好，给你啊！我只想说，我只想说我剩两块而已。你剩两块，那你先吗？我今天比较欧啊。那你先，你先好了。对啊，可是我找不到铁。后面啊，后面啊，后面啊。好，最后有，拜拜，拜拜。嗯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打招呼啊，怎么了？对啊，好，觉得莫名。没有啦，我们在集资，就是这个游戏啊，中间可以挖钱，这样会有绿宝石。这游戏要懂得理财， oh. 对，这个游戏要懂得理财，这个很重要。为什么繁星比我快啊？蛮快教你理财。你做了什么？靠边啊，你是这样子哦。繁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超快、欸！繁星你发什么事情？为什么突然就受伤了？好啦，那繁星跟你去挖中间好了啦。Oh. 你居然跑得比我还快！巧克力也50块喽。对啊，我几块了？我几块？快哦！你已经50了，你可以上去了。为什么我挖这么慢啊？奇怪，你们是还有另一个通道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真的哎，白痴哦、喔！我刚没看到这个通道。我没有，我的习惯是从商店的那边下来。有人有铁镐吗？啊，铁镐没办法给你，铁镐要自己换。没有，因为我这边有金难，我挖不起来。啊，你在哪？就等到换的时候。我在国王灵魂人偶。不，你怎么挖这么快？旁边的真不愧是手速、哦，巧克力挖掉了。巧克力手速就是快。巧克力手速练过，练过。对，你这剑体。阿星有开麦吗？有啦，我刚开始讲话，天哪！你有讲？你不要跟我一对就这样子喽。样样，你还认不得繁星的声音对不对？怎么可能认不得？我的队友是谁？等一下，你看认不得啦！我的，然后开始听声音，这是杰克吧？刚刚说哎是那个，好，那这个是谁？团团，嘿、hey, ，好，繁星。草屁哦！我要跟你恭维啦不是，我觉得很纳闷，繁星跟你明明就已经 UHC 同队过了，怎么还认不得？对啊，很像啊。谁啦？哦，我现在知道最凶那个就是繁星。哎、欸，那以后我叫我跟你讲话，一定要先前面加个干字，要不要？干泱泱，你在干嘛？是要这样子？在做事。8+9啦！你再不认声音啊！我发现我没有调 PC 声音，你们声音应该都很小，忘记了。谁小啦？哦，我突然太大声了，宝宝。等下会不会泱泱哭哭啊？不会啦，不会啊，他那么坚强。对啊。好、哦，这一听就是假的，不用再装了。今天哈基没有来哦，没有、啊、哈基要那个啊扫墓，所以他回家。几块谁可以先买？感谢哈基的礼物，10块、20块、30块。他比较忙一点啊，我怎么那么穷啊？有两个墓要扫。哇，前面都是一块哈基，谢谢粉红哈基。粉红，对，因为他粉红色登基。对，粉粉的。粉色，就如同他的少女心一样粉。好，没有，我以为你会说跟他的内在一样的红。跟他一样红也是啦，哎、欸，你这样讲也有道理。对，是坏人。没有啊，我们只是在帮助他认识他自己。你要认识自己是一个生命课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。你把他当国小生是不是。没有生命教育，还要帮他规划生涯规划，是不是？对。原来是小学生的部分啊。哎、欸，没有哦，现在国中、高中都有在这个吧？生命教育、没有吧？怎么没有？只有生涯规划而已啊。有吧？你看我是不是来这边看你，就是为了说有吧？然后就要走了。对，我要走了。所以句话就要走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把我的那个路弄成这样啊？啊，没有，因为那边刚好有黄金，我把它挖走了。OK， 哎、啊，这路上也有，你怎么没挖？哦，因为我没看到。哦，没有，我应该说这这是留给你的。嗯，啊，很贵。我看一下哪里啊？哎，楼上哦。嗯，那个，我去对面挖他们的好了啦，去乱他们的。好。哎，弄错了，这样子。
我终于铁搞高热，开心。没有粉粉的是哈基啊，不是我。果然是少女心的部分啊。对，她少女啊。哎呀，换换少女很棒啊，就是要有少女心。哎，你怎么把我金全部挖掉，还说要留给我？怎么会有这种人啊？哦哦，因为那个时效嘛，这是时效性的，时效过了。对，他放太久会消失。是这样子吗？等一下真的相信啊？等一下，好冷哦、你很冷，我怎么这里好热哦？淡水好，你们干嘛不来住淡水啦？我跟你讲，我们这边在开冷气啊，干嘛浪费钱开冷气呀、啊？很热，发北极熊就是你，很热、啊，很热，很热，好热，熊猫杀了北极熊，没办法，因为他跟我抢了那个动物园的生存空间。对，可是成为重要的生存空间。可是不是你抢他的吗？拜托、啊，你那么夯，是啊对啊，谁会想看北极熊啊？等一下，那个聊天室引起论战，我就是想看北极熊。北极熊比较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扼杀他？就拿立可白涂熊猫就好啦。啊，如果你嫌立可白太麻烦，还有立可带哦。如果不够还有橡皮擦哦，然后那个弄一弄可能会不小心变成木乃伊哦。哇我在开电暖气啊，真的假的啊？骗你干嘛啦？哇塞，你那边几度？我不知道这里几度哎、欸哦，可是我觉得有点冷了，我怕28左右，对，差不多。哎、欸，那真的蛮热的哎、欸，28，超热的，台南啊。对啊，台南，啊，台南人是不是？是，对，超热，热炸。我们应该也很近吧？不知道，对啊。我记得兔子，是啊，哦，啊啦，哎、欸，兔子怎么了？干你屁事哦！啊，OK，OK，就那天我们有聊啊，说离那个很近啊，离兔子家很近啊，对，超近，好像只隔一条街的样子。嗯哦，一条街啊，这样我过去也大概只要十分钟左右了。我发现我今天开直播漏洞百出，忘记放 BGM 了。不用放啦，不一定要放啊，放什么 BGM 啊？听我们讲干话就好啦、嗯、那你们要多讲一点话、啊啊。我们刚刚讲很多，我们讲不够多吗？再来，不够，继续。你都认不出我们声音，我们讲什么干话、啊？听起来好、哦、对啊，如果你之后上的全字幕有没有字幕全部上错，我不是笑死？全部上错，有啊，我就有上错过，我把那个我算努力了。好，之前 UHC 的时候，好像第一次还第二次，然后把那个墩墩声音听成20的声音。等一下，这两个差的有点多啊。嗯，你就根本不会认呐、啊，不是认不出来，是你根本不认，没有用心。哦，你没有用心。没有，我有。对你没有，你刚讲没有。好，等一下，这个什么，泱泱这时候就会知道哦，这个繁星的声音我认得了。对对对不会，他不会认得出来，很讨厌。欸、拜托，吃讨厌吃喜酒那一天，你也认不出我是谁啊，白痴哦。但是我没有看过你，我怎么认得出来你是谁？哇，认声音也认得出来，好不好？认不出来啦。叫你把眼睛闭起来，认声音你也听不出来啊。没看过我，你还是认不出来啊。起来。欸，他说他没看过我啊，我说好，那你眼睛闭起来，那听声音。谁啊？不知道你谁啊？对啊，他好凶哦！啊，凶也没用啊，凶你有记在心里吗？没有啊。繁星，你是不是间谍才对我这么凶？我是国王，你是怎样？我是国王，你是怎样？我跟你讲，国王就是任性。不装。原来是这样。还在哦，还在呢、哦。各位，我还在挖钱钱，我很穷。好啦，节目效果。所以我们的国王到底是谁？我不能发起投票，啊、可以。右边、啊，快点，太快了吧！投泱泱，投泱泱，快多。好，先验那个什么验身一下，是不是泱泱？看一下。对。这样可以干嘛？所以我会怎样吗？没有，不会怎样。你叫我是间谍，就会被送过去啊，就打屁股啊。对对对，就这样而已。哦哦、那我要投自己吗？你随便你啊，随便你啊。嗯，随便你啊。哎、然后嘞，我没有东西可以点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你要点。你按完之后应该有个确定可以按吧？没有啊，还是要全部人都按过。我好像不能投自己耶。
那你就投其他人、啊，那你就投其他人啊！哦，这个哦，哦有了啦，不是哦，哎、欸欸，我现在天再投他一次，然后好了吧？所以他会写，所以对面看得到刚刚那句话吗？还是会看到发起投票啊？没有，因为我们被扣分啦。哦哦好， okay、哇，金砖哎、欸，反间后面金砖。好，杰克是间谍，是啊，我也觉得杰克是间谍。为什么又是我？不是你的事情怪怪的，通常都会挖掉。不对，看不留给你们也不是，就跟团团上次一样啊，就想要刻意做好人的感觉。哎呦哎呦，反正我洗心血意的，就是。繁星，你要小心一点哦，他等一下可能就会听到我们这样讲，他就要换炸弹炸你。繁星，我保护你。你保护我，你跟我们在我旁边保护我。好会哦！我现在过去，我在哪里？在猜啊！哎、欸，努力三阶了啦。啊，在你在某这个地方的某个角落。我没在角落好吗？的某处这样可以吗？哎呦，你在我旁边，你看啊，你在我旁边啊！呼，感谢订阅。哎、欸、啊！看不到工具，看不到先生。剑还是先生衣服啊？看你啊，都可以，反正迟早都要生 啊。就先，哎、欸，我怎么裸体了？你怎么裸体的？不是啊，就那个啊。你怎么会问我们呢？岩浆块也算哦。算啊。它有一个很像岩山，哎、欸，对岩山。岩山，岩浆块的山。你想讲什么？我们的分数负一百耶，都你害的啊，都你害的啊！你们自己要怀疑我的，还没有澄清你自己啊？没有啊，因为你们说不会怎样，我以为不会有事情，不会有事啊，不会有事啊，确实不会有事、啊。扣分有什么事吗？你看我们的分数很潮哎、欸，多一个负号哎、欸，引领潮流。对啊，引领潮流，你要不要先时尚？哦，影月也发起了投票了，哎哎、他们也想抓了。还是他们已经在玩吧？在玩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、啊，跟我们一样會真的有底了。嗯，你觉得他们会投谁？我猜杰克。我觉得哈不是啦，他们呢、欸？他们呢、欸？等等，我猜巧克力。我也猜是巧克力。真的吗？我觉得是小雨刚刚有去挖我们的地狱门，就是新人、欸。哦，你觉得是新人吗？你说卢米吗？也他不会演戏的，对啊，也不是不可能啊。我期待那个结果出来，结果他们一猜就中，就好笑了。为什么用木剑？因为我还没赚够钱，我是穷人，我是穷逼吧。好，我要去生，拜拜。今天也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寒冷的国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好冷，他们好热。对啊，两样情哎、欸。我们在不同世界。对啊。差了一个维度而已，对啊，差一个维度差那么多啊，对啊，差超多的哎、欸，傻眼。是因为你在哎、欸，基隆那不在海边吗？我在淡水啦，什么基？